好，开始。各位九年级的同学，恭喜你们要毕业喽！我们一起毕业。好，那很高兴跟你们相处这段时间。有些同学可能比较短，那有些同学认识比较久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祝福你们在接下来路里面可以掌握自己要掌握的方向，然后做自己最喜欢做、也愿意做的事情。那不要忘记，身为一个中国人，上过我的课的同学，你们要记得。人要懂得思考，思考就会有力量。那就祝福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